今天是由我来记录您全程的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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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今天我是首席的工作人员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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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，我是初次见面，我叫苏丽。啊，苏丽，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我就是成都分部的。外面在放是耳机还是很那个？不是，外面在放是耳机还是个？耳机吗？可以，外面有声音吗？可以把耳机拆掉。外面没声音，是耳机啊。跟着我们还去了索尼的总部，然后跟我们的老板高桥先生聊了。